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，我现在是在片场。那么拍这个视频呢，是有些话想跟大家说。就是因为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嘛，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见面。我就在想，下一次见面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是啊，我期待能够找一个地方享受一段纯净的时光，就像他一样纯净。哎，小凯，到你了。啊，先不说了，要开拍了。那么呢，非常期待大家的推荐，也非常期待与大家的见面，让我们一起纯净一下，跃然一新。